或者前年的单曲，然后他跟一本诗集叫做《夜行性动物》合作。这本诗集的作者叫做徐佩芬，大家可能对他其实也很知道。夜行动物，反正我讲话真的很尴尬。我那天在金马领完奖下台之后，我朋友特地笑我，然后就说真的跟你平常表演的时候讲的话一样尴尬。好的，夜行性动物，你要调音吗？那我先靠喝个水好了。只要你想去哪，他莫名。